兄弟们，今天出息了啊！给剧组吃上了6个菜。兄弟们，现在由于疫情原因，出工必须戴口罩，不戴口罩不行啊！现在去哪都得亮出健康码。那么好，又过来体验盔甲了。兄弟们，这盔甲又轻轻松松给我安排上了。今天是盔甲剧情，天气也非常的不错，这天气穿这盔甲简直就是 beautiful。 今天我们当兵没什么大动作，主要就是站岗，当兵就怕两军交锋，扛着大炮往前冲。兄弟们，今天我们当兵呢也没什么大事，就是站岗，正式站完岗呗，先去吃饭走。吃饭之前整点冰水扔扔洒，拿好我的大铁盆往前冲，干饭了。兄弟们，干饭！今天剧组6个菜给我安排的明明白白的。快乐是什么？快乐就是当你，快乐就是，就像和那个什么差不多。快乐就像，快乐就像，让我讲给你听啊。加点辣椒油，不管辣的好爽。整点绿豆汤，哇绝了。下午白天拍夜戏，你知道怎么拍的吗？因为拍的是业内黑布一拉不见光就行。现在我们就搁门口待命，随时需要随时上。天之灯光，哇，少了一点。兄弟们，我们刚才拍完夜内的戏，现在等天黑拍夜外。盒饭已经安排上了，哇，不奴役剧组，这盒饭非常奴役，哇，挺新颖的这道菜，天之冬瓜，甜甜的，一股橙汁的味道，哎呀，不像糖醋里脊，这是糖醋什么鱼，一股鱼味，哇，都说晚饭要吃少，我咋还想再去多打一点呢？